老板，你还能不能干了？你到底会不会指挥车呀？我撞上你没看着吧？看着你不告我一声？我不告诉你了，我告诉你，我先上。我都撞上了，你让我往哪上？老板，你今天是不是你也有责任啊？什么责任呢？戴眼镜没看清。我戴不戴眼镜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到时候开别队怎么不撞呢？是，不是，自己说，这个月几回了？好像四回。今天几号？好像四号。一天一回啊！你说让我说你点啥好一天啊？你说你往这一站，吃啥啥没够，干啥啥不行。红浪漫真出点什么事儿，我什么事都指得上你。最后一回啊！再有这种情况，马上收拾包，滚蛋。老板，今天这事儿真赖却赖我呀，都赖我。注意啊！你给我踢死你！这工作要丢，你又要开我，我得威我爹一下。刘老四，我是你儿刘老五。那个，听到微信，马上到河南办。收到回话。Over， 收到回话，这么快就回来，下，你打电话我呼你一边去，我告诉你多少回了，有事你直接给我打电话，你老给我发微信，这玩意儿太费流量了，这个，我不告。我不着急吗？再说我跟你说了，我说你不给我发微信吗？你往微博里给我发私信，我都能收着。还发啥私信呢？你这怎么飞过来的啊？这么快呢？不是一走一过，我特意来看看你，咋的了又？我咋的？你就看这儿，这红啊，又怼老板车，怼。那你说你不会开，你老捅我车干啥呀？谁开的？他自己开的，瞎乎的。那你不管指挥的吗？不，你不管这，你这玩意儿也撞了呢。就我知道，这几回三回。我管指挥，我指挥别人也咋不撞呢？你一整就给我来。静，就你这样，谁不开你？你说这孩子，我给你上这么大火呢？你说是？我今天我寻你现在得混的能行呢，我特意换个风衣过来的。咋整啊？他看不上我现在。怎么用啥要开你啊？说啥呀？他说的啊，红浪漫要出点啥事儿，根本指不上你。说的，他这么说的啊？嗯。啊，那是红浪漫没出事儿呢。我现在马上要红浪漫出点事儿，我当时我把你竖起来，完我就走。咋出事儿？嗯，哎，你们红浪漫是不是一进屋是不是就有喊欢迎光临？是不是喊？是，一会儿啊，我一进屋，他知道咱这层关系吗？不知道咋？你快说吧，我这一会儿我进屋，到时候他要一喊欢迎光临，我直接我就躺地，我嘴就冒沫。讹他呀？我就讹他呀！我一讹他，他们来招我，谁招我不起来？你只要你倒八拉，你一跺脚，你咳嗽，我当时我就站起来。到时候一下不把你竖起来了吗？力度就来了吗？不行。那老板也不是傻子，那别人叫你不起来，我到那一咳嗽，你这多假呀！一看就做的扣啊。这不行，假是吧？要不然评委不得说剧情太假了，你们 P 的。